今天酷热难耐，不如简单吃个冒菜啊，搞了一些小蔬菜，咱们开整。准备点这个小百叶，咱给它切成细丝儿。个人来说还是比较爱吃这个毛肚百叶丝儿。操，切粗了，我的最爱。然后可以毛肚。别给它切成细丝儿，揉法炮制这个毛肚。这个百叶，其实我个人来说啊，从口感上吃不出是有什么区别，就是颜色不一样。然后准备点点豆皮儿，咱们给它切成丝儿。清蒸菇，再来点儿。我掉！现在这天气太热了，这娃娃菜其中有一个是坏的，那时候没注意。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个美丽的小鸭子。准备点葱姜，就是上顿做饭剩下，咱们给它合理利用一下。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油温两三成热，把提前准备好的葱花下到锅中，来一小勺辣妹子辣椒酱，炒出红油，然后稍微来点生抽，再来块火锅底料，简单给它炒出香气，来勺昨天炖牛肉的汤，稍微来点水，蚝油，咕嘟七八分钟以后啊，咱们把素菜下到锅中，再来上一小袋儿这个土豆粉条，煮个三四分钟啊，咱们把蔬菜给它捞出，然后咱们把切好的毛肚百叶、下到锅中，咱们给它烫个20秒左右就 OK。来点水淀粉，然后咱们给上边铺上烤鸭，咱们来点蒜末、辣椒粉，呀，多了多了多了，老干妈，一点点生抽，小芝麻，来点小米椒，给上边浇点热油，然后把咱们汤料再下到锅中。嗯，哦，相当 nic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啦！呀，想来上一块的，哇，哇，哇，啊！哇呀，这个辣度啊，非常之澎湃啊！哇，不是吧？今天这个辣椒粉挺辣的，我怎么现？咱们现在开始来点这个土豆粉。今天的毛肚百叶有点少啊，一夹就是蔬菜，哇，这个辣度啊相当给力了，嗯，啊，毛肚百叶100分啊。烫的相当脆爽，
这次一定要来点这个纯毛肚百叶啊。毛肚百叶准备的有点少了，这里面满满的小芝麻，吃到嘴里边经常有这种香味破裂的感觉啊！我天，真是太香了！来一块美丽的小烤鸭，这烤鸭太香了，蘸一下咱们这个汤汁儿，来吧，这个小鸭腿。太香了，这一回啊咱们都来这毛肚百叶。哇，最近开始减肥啊，你要补充一些绿叶菜，每天都吃绿叶菜，绝对不会被肥胖打败。减肥的心永远都在，坚持努力不能懈怠。祝点赞的小伙伴越变越美，越变越帅，生活永远激情澎湃。哎 ，OK， 我把我这一小碗，我把我这一小碗饭给干了。So happy 啊，这小盖饭搞上了。给大家看看我这米饭，哇，你要保持这吃绿叶菜的传统啊。